车嘞，请你四台啦，这个是倒班车，来，下面嘞，来看这台乌，这台乌车红车，来，你看嘛，这台乌车先载什么？赛程啦，记得没？我刚刚班车是别个搞，刚才用这个载个车用台乌的龙，被等级给溶解掉了，所以才是顶风起来车，这一个红车，那别的车都非常不错。来，阿哥还是两台哦。你问我操，那两台对不？那两台比比什么比上车？你刚才来台湾好朋友，来这两台比啊，什么比上车？你刚才风压面，那两位什么叫潜水不？你要那个第一步、步第一步前面处，你要那潜水龙的风压面，所以台湾的风压面加价咧1,170元，第二只。我们福州庙四大四啊，这边第三。